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就要开箱这个永和香港荃湾的港式烧腊。好，那这个是四宝饭。好，那超丰盛的啊、哦，四宝饭，然后有鸡鸭，还有叉烧跟这个烧肉，好，三样很丰富的配菜，这样是130块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啊、哦。哦，这个真正香港师傅做的这个烧腊店啊，哦，这个叉烧肉很好吃，悲剧哦，掉了。好，这个叉烧肉肉质很好哦，不会过肥，不会过瘦，哦，这样吃起来刚刚好。很好吃。好，再一次这个，看不出来是什么啊。油鸡，好吃。好，这油葱也很好吃。哦，觉得蛮棒的哦。还有主餐很好吃。好，港式风味。好，再这个是烧肉。哦，先是这个烧肉的脆，然后油脂的香，再是瘦肉的鲜甜啊，然后咸香咸香的哦，好吃。好，再吃鸭肉。好，130这样，我觉得蛮超值的哦。好，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好。真的很棒，好吃啊！我再吃看这个配菜啊。哦，这个蒸蛋真的相当的棒。哦，真的很滑口，这个蒸蛋，好吃。哦，相当的棒啊、哦！好，这个四宝便当真的是很丰盛哦。好，这综合口味相当的棒哦。好吃。
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蛮赞的哦。啊，可惜 N 嫂他们不喜欢吃港式便当，所以这个只有我吃啊。那不知道各位朋友今天过得好不好啊？啊，希望各位朋友今天也过得很顺心如意啊。哦，算是蛮棒的一个便当店了哦。嗯，好吃，好，青菜也很清脆啊，调味也蛮清淡的。啊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不错哦。嗯，赞哦，它油葱也很香。好，那这个是昨天有吃过的川妹子干煸四季豆，哦，还有一盒哦。哦，这家四季豆就做的还蛮好吃的哦，然后这个瘦肉炒得很香。哦，因为它新香料放得很足了哦，然后瘦肉炒的有爆香过，所以它这个干煸四季豆我觉得做得蛮道地的哦。嗯，好吃。啊，这个口味真的做得非常的棒哦。已经有朋友说要去吃吃看了哦。哦，就算是冷的也好吃，香喷喷、香喷喷的哦。真的很好吃哦，下次有机会我也会到餐厅去用餐看看哦。哦，真的很棒，好吃啦哦。然后这一道真的非常的下饭哦，赞。哦，好吃啊！哦，好，好吃又美味啊！啊，这个剩的。这剩下的肉燥拌一碗白饭就够了，可以连吃好几碗。哦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满分的哦，好吃。
好，香喷喷香喷喷的哦。好，那本人的身体就在慢慢的康复中，那就谢谢各位朋友的关心。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有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